很高兴今天能够请到广西第一变性美女刘炫怡小姐做客我们哈湖网。那么首先请刘小姐给我们各位网友打个招呼。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做客我们的哈湖，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能够支持我，谢谢。今天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的哈湖网的所有好朋友现场清唱就可以说包含了我所有想说的心里话，这首歌名字叫《别问我是谁》。从没说过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对不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谢谢。很感谢雪莹小姐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就祝你以后在演艺路上越走越远。